他就说 ：“Sweet。”嗯，百灵，所以百灵就是。就是你换百灵哦。是的。你是波马和百灵的爱用者。这个百灵是魔术吗 ？No。啊，那还不是一样搞屁呀、啊？我哪知？他贵的那个要接电线的才是百德国字，这个不是。但是印度尼西亚。它是中国字。看谁的撑的久的概念，不是比品牌的、哦。我哪知道，反正我就换个品牌看看嘛。因为我觉得那个飞利浦的设计不是很优。然后它的水箱也很小。我现在这一款是有办法连续喷水的，旧的那个是完全没有办法。没有，我就一次就想办法加一次水就把它冲完、啊。但是就是会有点赶，就是好像都没冲干净，但是就大概有冲这样。你的意思是因为它肚子太小，所以是的啊，我也懒得再加水。你有使用上的压力就对了。对啊，我就每一个牙缝顶多喷五次，就要赶快换下一个的。不然就又要再加水，然后那个按的，对啊，反正就是旧的不能连续喷呐、啊，所以就是一个问题。那你的手就要一直按，一直按，一直按，因为如果你持续按着的话，它连那个每次喷的间隔要间隔超久，我可能冲牙就要冲个五分钟之类的，那太久了。哦，那这个管子是看起来是可以拆下来洗的吗？还是可以换的？你说那管子看起来长得可以换的？我不知道，在研究。研究啊，会不会飞利浦也可以换？但重要是他现在整个都不会动哎、欸。我知道，就所以套句抽油烟机师傅说的，不要洗啊，就换就好了。对啊，就换啦、啊，这样不是世界很美好？有加水孔，所以它有两种加水方式。你看，还可以一次把整个拿起来装吗？哦，这个应该是给你洗的时候用啊，啊，装回去，然后这里有一个，这个应该才是正常的装水，比较方便。我来看看。这么酷炫，我来看看盒子里面还有什么。充电器，哇，还有充电器太大了，很超级大充电器。啊？飞利浦的充电器是不是没有外面的安全吗？
就比较小啊。我自己看他的屁股这么大，大屁股呢？我这是这么酷炫的设计。你看，那个广告。那個德里想要来收的。然后新的这个它是可以调整角度的，你看，还可以转头，变成反面。旧的不行，就是固定一个角度。来试用一下，爹地要玩玩吗？玩喷水机呀、啊！这充电器真的颇大了，哇！现在怎么都没有听说在打疫苗？哦，对啊，现在都还有停电。